你们一定想不到，一会儿谁会出现在我的 vlog 里。连吃饭都这么少。小猫咪，小猫咪，你挺胖的，小猫咪。哥今天表演的是喷火还是走钢丝？好紧张啊！你比我跟你哥杨乃文紧。直播还是你怕那个火圈跳不出去？我怕没人给我兜底。哇，你们俩真无语。君君，威廉的脸和脖子是一个颜色。那我呢？我但你就不一样，你有很多种颜色。我就喜欢这种五彩斑斓的黑，君君。走了，不要跟着我了，我没叫这样的代拍啊。再说一遍，拍我不赚钱，不用拍我，去那边拍。这里话里有我吗？我都畸变了，畸变偶变，头好看相片。杨姐这扒皮真不是我不给她换啊，是她自己不乐意换啊，早就有新的了。赵露思，真是赵露思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看了，绝了。这人不信了。哟天哪，脸太大了，不好意思。啊哈，这跟我给你买的花一样，真的，33朵。哇，鲜红！你不这不一样，你给我买的新鲜。另一位新人在这里。啊，多做你看这。这彭硕打，彭硕突然打来视频，为什么要咬我们的娃娃？把那个娃娃喂狗。想娃娃。这根本要咬我们这个无脑女孩。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，这咬坏了怎么办呀？不会直接分尸了吧？对，你就是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重护肤的呢？就像我的话就大概是2年前左右。也就是你15岁的左右吧。没有，肉眼可见我左右这两位主持人的皮肤都是相当的好，我相信也是用了我们尊康产品吧。其实在外面拍我的脸上之后努力了，我感觉君君为了这个已经看了好久好久的资料了，就跟成品资料了，结束啦结束啦，收工啦。感觉怎么样啊？你说我们浴火焚身的在什么？哇靠，你看到废话，又有一束花了。这不是给我的，上面写的赵希君。没有，就是给你的，给我就是给你的。大家问我说是我是在现场还是在家？然后呢？我说我俩连着筋，不能离太远。He was Mr. Light on, always violent, never no compassion.行，挺好。确实过的是七夕那天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又没提前录七夕的视频，那不是七夕当天的视频，怎么可能当天发出来呢？4个东西呢。哎呦，没事，你告诉我多少钱，给你报。行啊，就是约你他就报我才买呢，我能我哪敢买呀？刚刚直播完，然后我俩准备去吃点东西，本来想叫威廉一起的，但是他说他明天有一个小的 trip， 他跟我原话说小的 trip， 所以今天不来了，他明天还要赶路，然后我跟凯文先去搞点东西吃。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没有说东北话，应该有说吧，我觉得说东北话吗？没说吧，说东北话打你。学得也太快。
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想借什么不可以借呀？真是，看我多好，允许杨姐借充电宝。可以草船借箭。怎么草船？怎么借？怎么建呀？拿我的手机借充电宝啊？那不行。我一会儿还我也想草船借箭，我想借你充电宝用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杨姐，来，我为你拉个车门吧。哇，这冒绿光了，这冒绿光啊！这个就是超人最怕的克星的克石。这你可以就帮我凑这种宝石吗？你想当灭霸呀？对，做梦呢，不可以。宝石这样，我当那个雷神，那就一锤子给你脑袋削掉了，你看行吗？能治你这毛病吗？我得先成为灭霸，你才能锤我。我现在就想锤你，拿着相机就能锤你。杨姐跟我换了一家餐厅，她实在受不了那一家的那个音乐了。然后我刚点了一杯红酒，上面有一只小羊。哎呀，小杨同学，你可以拿你脸帮我挡一下这块的光吗？哎，大家看见了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属羊，这是小羊。玻璃杯上还有一只羊，三羊开泰，吉祥如意，见者有份儿。把头都撩起来吧，干好多了。我是不是好久没有这种无刘海状态的发型了？就我这种发牢骚式的对话，大家会喜欢看。杨姐在次元吗？没想到是在一家日式烧鸟店里吃到了东北传统美食牛骨髓，能非常清楚。这么重的吃牛骨髓啊！我的天啊！什么心情？采访一下。就是超级我觉得给我吃了好久好久，你竟然看人家发这个，然后我又很想吃的。其实杨姐爱吃真的很多，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想也不是想不到，就是不知道该说哪个合适。我想说一点这种健康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我一直想不到她想吃那个健康的在哪儿。不健康对我威廉没有口福了，不然她可以坐在边上跟我们一块吃。他就好喜欢提威廉，我感觉你们满心里都是他。完你还送威廉那个杯子。送你一个香薰杯，还要记录一下。上次我本来说我还挺重要喝酒，但是你把单买了，我说送礼尚往来嘛。那是我是没送你这么多杯子，那我送过你贵的其他东西多的是吧？比如要在这儿列举吗？这个看见了吗？能给我买那个昨天那个闪闪的。哪个？那昨天闪闪的那个，先买一个。先把单买了，那包不是事儿。你看你这手着还套包狼，那表示表示吧。太香了。哎，微醺的那个怎么唱来着？微醺的岁月。哪有这歌？一无声。哪有这歌？没有吗？没有。周杰伦那个。我先让我看一下方向好不好？啦儿啦，啦儿啦，啦儿啦儿啦。啦儿啦，啦儿啦，啦儿啦儿啦，没听过吗？没有。你这也不用一脸愁容吧？至少没有走调吧？我反了，方向反了。都反了吗？
哎呀，你管他往哪儿走，你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要随心所欲才对嘛。肛肠医院。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是，为什么要说肛肠医院？虽然他就在我的面前吧，但是也没有必要 Q 出来嘛，对不对？ Q 出来。这个是知名小吃，然后外国有人围了很多。什么小吃啊？那个摊煎饼。好久没有这样。哎呀，是随便。你刚刚是撂蹄子了吗？我就是能跳。哎呀，那我把裤腿撩起来吧，咬我。你有毛病。你有毛病。哎，我想到上次咱俩在这种深夜走，还是在一个冬天，每个人都穿了一个白色的羽绒服，你记着吗？你好坏。对。哎呦呦呦，好多水。小差劲儿。你好白呀、啊。你也挺白的。你好坏，我好喜欢。哎，就是那个。那个时候我们去干嘛？好像你想去按摩，你想去按摩，然后我们俩就走在这样的一个街上。哇，那个真的是两年前了，快两年前了。两年差不多。然后我就跟那一直笑，好白好蓬好可爱。一晃两年了，就我是感觉这两年对我的这个认知的改变真的很多。就是我从一个特别，我觉得我自己原来是一个特别那种中规中矩的人。就是觉得每个事情它都是要按着一个什么条啊框啊去做事情的人，这个你深有体会吧？对吧？我觉得到两年后，我觉得我可以接触不同的行业，可以做不同的事情。我发现人是不可以给自己设限的，如果你给你自己设限了，你就真的会被限制在那个条条框框里。怎么说，在自己已经可探知的能力范围内，应该去多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其实是一个永远能找到成长的一个人吧。彩虹屁、没有啊，就是你永远能找到成长，你永远在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希望我是这样的人嘛，我其实希望我是这样的人，我也在努力去做成，我其实真的希望去努力做成这样的人。相比于两年前，我们谈话是不是更有深度？这种夜深人静的夜晚更有深度。我是你那个心态平和了一些吧。嗯。就是老了。哎，就这么说了，杨姐永远18岁。我们相机没电了。那么戛然而止已经是我们风格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喽。嘉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。天呀，我天呀，太，为什么我有点过感动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3、2、1，吹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肺活量不行，要锻炼了。一起吹！来来来，3、2、1，